你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有人在拍婚纱照哎，在海边拍婚纱照，好浪漫哦！到底是谁啊？是范长发哎，可是新娘到底是谁啊？是谁啊？我不知道是谁，我要去看看。好了，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 Esther 还有 Pierre 了。那你们可以跟我简约的解释一下你们在这个戏里面的角色。我们在戏里面就是一对情侣，正在拍我们的婚纱照。那今天呢，就是天气非常好，也是蛮炎热，所以其实不要看他这样西装笔挺，其实我背后摸下去全部都是湿的，然后现在就要帮他们擦汗了。那展发到底拍过几次婚纱照啊？让我数一下，有超过十次。十次那么多啊？那你跟谁拍的最多次？谁？可能是瑞恩吧。对于经验丰富的展发来说，拍这场吻戏的感觉又如何呢？会有与众不同的感受吗？像我刚才说的，很新鲜呢。没有啦，说真的，我没想到 Esther 会那么 professional。其实不能说我没有想到他会那么 professional， 因为之前我们说最重要的不是展发跟 Esther 在接吻，我们是以这个角色，这个、演员，我们是要演一个人物，因为我们是情侣，而且很快要结婚了，所以如果不接吻，那就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他最喜欢的姿势应该就是躺在我大腿上嘛，因为他什么都不用动，他就自己主动跟摄影师说：“哎，那个让 Esther 坐在这边，我躺在他大腿上。”我觉得他其实想偷休息啊。哎，你知道我这样穿啊有多热吗？所以我想尽快的因为我有那么多年的经验，所以我说 OK， 我知道这张照片肯定会 pass 的，所以我们一拍就可以回家了。所以刚刚那一张你介就是你 suggest 的那个姿势拍出来就真的很好看。展发，方展发，耶、yeah! ！永淳，杨永淳， yeah! 好，非常的有默契，你们两位。十四岁，对，答对了。昨天已经偷偷算过了。他有没有男朋友？你不要在这边泄我底哈。新加坡没有了，新加坡没有。你怎么知道？台湾，我猜应该是有吧，她那么漂亮。我听说有一个 Mr. A 先生，哎，他好像有跟 A 先生有什么传闻的。哦 ，A 呀、啊、，Bingo，A， 哦，是那个你常叫，哎，过来，哎、啊，是那个男生是吗？对啊，你像见过他吗？对对对，上次有见过。对、啊。对小心！小心！